肖战演技精湛，大家有目共睹。由他主演的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和《玉骨遥》近期相继开播，让肖战人气再度狂飙。《玉骨遥》开播后更稳坐收视率冠军，观众期待肖战能继续挑战更多角色。不料他近期接受访问时透露，未来想尝试幕后工作，结果转职发言曝光后立刻登上热搜，粉丝也跪求爱豆至少再演20年再转幕后吧，请别那么快转战幕后。肖战近期主演的《玉骨遥》开播话题十足，也稳坐收视榜冠军。日前他接受访问，寻及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小春生和《玉骨遥》石英两个角色，他不会演都有像自己的地方，比如有压力时跟石英很像，不太会倾诉，属于自我消化的类型，但也有很多不像的地方，例如小春生属于社交性人格，石英则是清冷孤独的人物，这些都不太一样。被问到未来是否会尝试幕后工作，肖战说非常有可能哦，目前还没有，但以后应该会有。肖战认为创作是相通的，无论是幕前或幕后，所以不会局限自己，也许有一天会转到幕后工作。没想到转职言论曝光登上热搜，网友心情矛盾，大赞肖战演技精湛，未来有机会导戏也是理所当然，但又想继续看他演戏，纷纷跪求肖战至少再演20年再转幕后。被问到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时，他说是石影剧中角色的母妃去世，因为所有情绪都推得太突然了。他表示跟导演韩栋当下不断探讨如何让情绪合理化的瞬间推到顶峰，导致石影失控，石影人设高冷板正。肖战表示他其实很害怕演到这种强设定的角色，因为也没有掌握好，很容易就被说是面瘫，所以他不断思考如何打破角色防线，让观众看见石影内心其实是个很柔软的人。后来观众看见石影有一些傲娇、腹黑、毒舌的性格，都是肖战想打破石影高冷人设的戏所加的戏。为了全面理解角色，肖战还为石影写了人物小传。我会想象他从皇城里出来到九阴山，中间空白的那几年怎么去生活，人物性格是什么样，怎么从一个小世子成长为小神官。为保持石影端庄姿态，肖战表示在片场能站着就不坐，还会找墙壁或木桩靠在上面，让自己尽量维持直立。不得不说，肖战真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，真的值得大家的喜爱。